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秒懂摄影。今天向大家介绍摄影师的效率帮手——快装版。快装版就是连接相机和摄影云台之间的重要配件，通常安装在相机的底部。通过它可以快速地将相机固定在云台上，呼称快装版或云台快装版。根据云台厂商的卡口不同呢，快装版有着各式各样的卡口，常见的有阿卡、阿莱、曼富图、VCT， 不同卡口之间的快装版规格不同，不能混用。在拍摄中，我们会在不同的设备方案中切换，来实现想要的画面效果。但是频繁的安装拆卸相机会花费大量的时间，有了快装版，一按一滑就能把相机固定到云台上，拆卸也是同样简单。这样做可以让我们把更多的时间放到拍摄上，省下大量的精力。很简单，看做工，看材质，看功能。一个快装版首先尺寸要准确，尺寸不准就会出现装不上云台或装不紧的情况，对设备不安全。材质方面有塑料和金属，塑料快装板易变形，承重低，除非特殊情况，否则都应该选择金属材质的快装板。在影像设备高速发展的今天，随着拍摄设备的变化，快装板也进化出越来越多的功能，比如能调节重心的加长型快装板，能快速对位带标尺的快装板，以及稳定器用的快拆式快装板等。它们都针对场景和设备做了优化，为的是提高拍摄效率。好了，关于快装板就先聊到这里。学摄影，认器材，就看秒懂摄影。我们下期见。